哎，夹子拿过来，夹子。啊，牛肉拿过来。介绍一下要什么东西？韩国生菜。哎，你们要吃的要来看，不然等下是你们自己弄哦，不是我，不是他们帮你们弄哦。生菜，先放什么？白饭。白饭。放的是。白饭对不对？对。刚刚的中式煎牛肉。要比较小片就弄两片啊，正常就是这样。好、哦、不可以有人大片弄两片哦。泡菜一点点，这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洋葱，洋葱丝，一次可以两个蒸的，这里弄一次两个，一次两个，这样好不好？再来，大蒜，大蒜正常一片到两片、啊、我要吃，我要两片。啊？牛肉不是好炒吗？哦，对哦。啊，没关系了，我先弄这个了，等一下再来炒，等一下再来炒。啊，这个，啊，这给你。你这又不是完成品，还给我，那你要包起来给我啊。就包包了。好，来。来，这边拍照。不要喂了。来哦、啊，这叫什么？弄个牛肉拍照，先用来炒。牛肉这样好好炒、哦。哥哥就急吼吼。两遍。这梗子你要这。